回答到是的。哟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的是日本东北部最大型的三井品牌折扣店，所以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，哎呦，买衣服。当然了，如果看到什么好吃的，我也是不会放过的。我们现在就进去了，走。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嘛，我今天穿的这身好像是有一点暗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换一身春装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咱去这个看一眼吧，好吗？这家店有一点日系的感觉啊。我准备下手，在这家下个手。甜品里面是就是咱们在那个古城时候吃的那个豆类组合加年糕这种，然后绿色是冰淇淋。 不错，冰淇淋是抹茶味的，你吃吧。那买了上衣咱们再去买一下夏天的。心情好，吃啦啦，走一走，去看。看这里人还真不少，现在才上午10点多。这是第二卖的第二包，3800，两件，这个挺好的。价便宜了5折，一半。怎么样？他们很喜欢就这样子搭在肩上，漂漂亮亮。咱刚才说这是东北最大的店吗？这里面都是东北的地方料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豚冻就不错。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啊。哎，吃了肉之后来点海鲜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晕了。休息一下。店挺多，逛一逛还有点累了。刚才这个海鲜的叫了，我们去拿海鲜饭。你好，您的三色冻好了。叫喽，走。那牛肉饭我们吃过，这个叫豚冻。豚冻是什么呢？香香的猪肉饭。厚厚的猪肉，尝尝味儿啊！猪肉肉很厚呀，这个蜜汁泡过的是甜的。
那吃那边猪肉是属于五花肉，我平时其实不是很愿意吃猪肉，但是这个猪肉却很香了。我们再来尝一尝清淡的大象饭海鲜冻。那我们就从三文鱼开始吃喽，你看，好喜欢，这个也是金枪鱼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还有鱼籽。これから夏とかになって紫外線とかも増えてくるので、こういう紫外線防止の紫外線防止帽子が一番人気ですね。あ、はい。这个帽子是那个防紫外线的。走呀，这个帽子还不错，又可以防紫外线，这个叶挺大的。好，那我就决定这个帽子了。想的嘞，是吧？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とても便利な帽子だと思います。いい帽子ですね。来。怎么样？跟刚才的我不一样了吧？大变身！春天来了，换一个衣服，换一个心情，我们继续加油吧。城市之外，我爱乡村。